过年的气氛呐。跟孩子上老妈家吃饭。过年好吗？啊，过年好。哎呀，我都闻着香味了。闻着香味了吧？没打灯呢。没打，在种地。哎呀，一顿出来。我的老父亲，好久不见呐。你做完几顿排骨先，鱼都炖出来了。不吃排骨。再掰一个烧那啥。这是我妈今天做的，我们今天啥也没拿呀，鸡爪子拌凉菜嘛，这是。啥都不缺，那鱼炖出来了。这炖的啥？关节是腿啊？腿小关节。这个是肉，跟那个啥，这溜上，给那个烧那个。妈，你都没舍得吃吧？吃了，也大伙吃吧。整那些能吃了吗，妈呀？我寻思那个给亲行的招来，他不来，不是，不接电话。啊。吃那个给点老抽。点老抽，这色儿的淡。大给点老抽。嗯。零二四吧。又买了只烤鹅，这是海伦特色，这是对情烤鹅，这个，这是一只大鹅呀，熏的。一会儿妈撕它一会儿，妈一会儿撕，你洗手，嗯呐，洗手你整。看这爷俩干啥呢？爷俩好久不见，这爷俩是不是唠嗑呢？嗯、儿子没跟你爷唠嗑？看不见。走吧，爸，你这段身体恢复的挺好啊。这鹅挺肥呀。啊？这鹅挺肥呀。你呀、啊？啊。大德腿，儿你知道吗？今天吃大德腿。哎，看，爸撕两鹅吃，鹅好吃。鹅子吃那玩意少吃。鹅子行，喝酒正好嘛。鹅子吧，鹅子。这玩意都是软的。哎呀。对，你那妈的脖子是活肉。是脖梗都撕的。开饭了，来自老妈的爱呀、啊，炖的鸡爪子，有一盘熟肉，凉菜，还有那个大鹅。妈，这啥鱼啊？青鱼啊？不是。沙丁啊，沙丁啊，行，开饭。家人们晚上好，小二哥一家人又来了。今天是恰逢小年，今天老妈做了一桌菜，完了我跟我儿子就过来了。今天为什么小二嫂没来呢？今天小二嫂今天是白班带夜班，今天是全天的班，所以今天小年她没有过来，她现在在值班中。一会儿儿子给你妈打个电话，一会儿咱们问候一声。对，咱倒满酒。儿子，你喝什么？喝一样。不是，妈，你喝啥？我不喝，我啥不喝。妈，你来，妈，你来点啤，你来啤酒吧。来雪碧。雪碧我也不喝。雪碧不喝。我来来来，鸡爪。来，这还是我上次来买的。嗯，对。吃饭吧。和他没啥劲儿似的。来吧。哎，爸，举杯来。来。祝大家小年快乐。来，爸，干杯。嗯。去吧，琪琪吃这个。这啥？啊，我吃这个。多少时间？多少时间？爸没跟你喝酒。自从阳了以后，我这。嗯。这凉菜拌挺好，这凉菜你拌挺好，小七七。我儿拌的。嗯。今天我儿下。就你这个。嗯。别的我不啃的。嗯。嗯。这是。吧。这你能治吧？治吧。多大？嗯。好像上回我就在这儿吃完那顿杀猪菜，我回当天晚上就阳了。完了，我爸和我妈。没有，那咋的？我爸也阳了，我爸，那我爸他也打了三个点滴吧，嗯，也打了三个点滴，但是恢复的挺好，但是后期我就告诉他们不让他出门了，后期，嗯，因为现在外边，现在应该出门，嗯，现在没事了吧，嗯，但现在也得注意点防护，现在，嗯，现在人看外头人多了啊，人多了，那过年了，嗯，我说这要十多度了，今天就冷。昨天也好像凉了，昨天有风啊，在楼上都快有风。嗯嗯，吃吧，六夹吗？吃吧，琪琪，你叫他奶奶给夹吧。不啊，不，哎，别太多了，吃吧，啃吧，别往出夹，吃吧。后来我妈呀，都舍不得吃，就给我们爷俩留了，这是。以后你跟我妈剩那半只，把你那钱你就自己。嗯，自己撕了自己吃，是他要吃他就吃吧，挺滋味的，这个是吧？吃吧，吃吧，现在你吃吧。你还是烤鹅吧，嗯，烤鹅，嗯。啊，你说爸的鹅，他就比鸭子他不腥，鸭子就腥，嗯嗯，妈，嗯，你知道吗？这两天我吃还有味儿，前两天我吃啥都没味儿，嘴里有味儿没好那是。是，我就给我爸我妈传染的那天，嗯。
我没咋地。你姐姐比我爸好。挺好。我爷他们都好啊，还有舅他们呢，都好了，真的都好了。现在好像全国一半以上都养了，但是也都好了。都好，管没养的少。很少。像我这样少。很少没养的。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单位就有一个没养的。我也在一起干活，他就不养了。没养好像不能养，是吧？没事儿。这空气还是人照顾，人照顾，还是人照顾你们多。空气。空气有。空气污染。不像以前了，是以前咱们是盼过年，现在原来那个盼过年，就是那日历，妈那日历。那叠上哪号，我叠上。儿子不知道那时候。现在盼过啥年呢？齐齐吃吧，啃吧，啃饱了。那时候吧，就寻思过年能我买件新衣服穿。那时候进腊月就盼年，买啥新衣裳？真买新衣服穿。再老困难，俺也给买。买的时候也少，买时候。不是能穿什么细棉鞋那时候？棉鞋是真做。棉鞋年年是每天都指定是穿细棉鞋，都穿两三双。那衣服不？过年买鞭炮，现在儿子那时候，买那个。什么闪光炮啊，那都得拆开，一个个拆开放。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年味儿非常好，年味儿好。那现在过年哈，过年一点没有什么年味儿。啥呀？二儿子，我看那日历上说今天是东北的小年，南方小年是明天是吧？明天。24，南方。明天24，小年24？啊。南方是24，北方是23过小年。那是个瞎话。老太婆好吃的太。儿子给你妈发视频，看你妈干啥呢？不吃不了，没吃饭，爸给他送点外卖。太难了吧？少来一点点。看你妈干啥？妈忙着呢吧？这光别说查药呢，这光不能吃饭。接吧。呀，小二嫂，过年好啊，小二嫂。过年好。哎。哎呀，这一桌子太丰盛了。但是没等你啊，小二嫂啊。不行了，今天没有口福了，你们吃吧。啊，完了，那天有时间让老妈再给你做啊，你做个好吃的。行，吃没吃啊？我没吃呢，我等会儿再吃。给你送点去吧。不用，没事，不用。我们吃饭，你还忙着呢。那。啊，行，那来坐那，没啥事儿。行，等我放假呢。你辛苦了，小二嫂。啊，没事。来，给老铁们见见小二嫂。Hello， 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呀！2023，祝屏幕前的家人们平安吧，就是平安，健康。完，小二嫂，这语言行了，语言挺到位啊。对，就你要说这话就对了，这是，就是健康，没有健康比什么的，妈给那边收拾碗筷呢嘛。那行，那你们吃吧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再见。拜拜。哎，再见，哎。快到底开小哥。到底开多少吧？来找你呢，你儿媳妇找你呢。找我呢，那哪天过来吃吧。我得好好整点菜。其实来吃饭吧，吃啥都是其次的。不是在吃，就是乐呵乐。对，就是乐。有句话说的好，就是再说谁家门前有车不算富，说家中有妈才是富。你有这机会，有父母在家，你感觉做儿女能做儿女的吧？你吃啥呀？多笨腾嘛！吃东西，真的谁也吃不了，但就图乐呵嘛。吃不多少，你还吃这菜吃。真就我笨腾嘛！你说咱一过年逢年过节了，就寻思回家那感觉，回家。对。我这半年头一回。你头一回回家。高兴啊！见着儿子来高兴，见着老儿子大孙子你高兴。过年喝点，能喝呀！这过年给孙子陪喝一杯，真没少喝一罐。行，这些得了吧，不喝了。我喝白酒都不喝啤酒的，喝完白酒喝啤酒。其实我切个凉菜切多了呢，真没事儿。白酒，喝完先喝白酒，后喝啤酒，啤酒就是酒。最烦人，喝一个得了，喝啤酒脑瓜子不晕，是不是？闲的又吃这玩意儿，半截不整两张地图呢？
谁到了买两张地图贴上了，我的妈！嗯、一张像那个张不行，就是一张没有用。那是全国地图，这是黑龙江省地图。嗯呐，你那珠子在家了？我呀，我不说。爷研究深，我还能买一张？没买。爷，你可别买了，天天挨打了。那地图，把你现在怎么找？我让孙永和现在能找在哪儿啊？嗯，没啥用，你找不着。戴眼镜看看。戴眼镜看，地图能找着？看不着，看不着。眼睛看不着，给戴个镜子。人老了就是眼，眼睛花，花了，发花。吃鸡就完了吗？吃吧，吃吃呢，吃呢，吃吧。嗯，吃吧。哎，爸，就这些了，咱们就这些今天。完了，这些正好。那行，一个。哎，那今天咱们就这样吧。今天，但今天小二嫂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今天没有到场，那改天吧。啊，改天我做点好菜。上我们家，我邀请你上我们家，上儿子家，我让你儿媳妇给咱做一顿菜，做一顿菜，完了咱们在一起再聚。嗯，今天上了干，正逢小年啊，今天。嗯。上老妈这嘎子聚聚会。那肉就没吃。那完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爸。嗯。来，再见吧。再见。